大炮啊，稍微挤一下，这就是一刀。这个不能吃哦，小心一点哦。我们要来找第二颗看看在哪里。哦，真的那么大？哇！就像明哥的肚子那么大，在地底下。你看看那个那么大颗哦，差不多平哥的头的三倍大。这个哦，平哥哦，来联络一下朋友，比较专业的。走，我们上去。刚才我用野给你。好好，我把破坏给你。看看哦，装备还要戴手套，还要戴钢盔。钢盔是讲，你个这边就来。看你钢盔戴，有的是戴几年啊？几年也无效啊。几开？在分号呢？下雨了呢。那手套戴了几？两个，三个。还要拿棉线把洞口塞进。有可能会做到二到三个了。我知道有的，有的说几、哎、有几个洞口塞这一个，这一个还跑出来。现在足够了。一样。好，那边去，他是野兔喽。我们哦，先上到爬到上面来，比较因为哦，我们没有装备。你那有较近的，你也看，你也拉近。有有有。有无？迄几个树我顶啊，几拢芳啊。哦，规个树，规个拢芳。规定用棒啊！我顶下古龙棒比较多。什么？棒？那个棒个弄里边啊？有，中间，他路都看得来。还有一个里边。对啊啦。我上去了。我上去啊。我给啊，出料呀。我这个几只？这无饲的啊！捞出来用油劈啊！无啦，这放不到嘛！啊，这无饲的，这无。他们哦，要来带平哥哈、哦，去看看他们养蜂的地方。走，我们上去看，跟他们上去。他们把骨头小颗的时候再把它收出来，收回来，养在这里，那这里养又不会影响别人。现在暂时呢，他准备要破网子了。你看他这里稍微在破掉了。他们说，这个放到明天早上哦，网子就破掉了。你看他嘴巴都在这里，都有在咬破，他想要把网子咬破了。很多嘞，你看看每次，你看这里都是都在都就一直在咬。
要把网子咬破。大哦，哦吼，嗡嗡叫。对吧？有啊，搞条的，安尼就条的。好，马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搞条？有啊，有啦。好，搞起。我现在要把这个绳索打开，那个筋钻进去了。来了，你看看哦，这个哦，你看看，哎、啊，这边，哦，你看看。开始进去了。就这样。它的自动会，它有吸光性。带回来了两大袋，哦，你看看哦，这是大红草，啊、哦，用破的，这个等一下哈、哦，还要一一的夹出来，夹出来哦，有很多种哦，有的幼虫啦，有的有成虫的啦，那这个哈、哦，是它哦，在拆开的时候要让斧头跑出来的时候会掉下来的屑屑，好、哦，里面呢、哦、还很多蜂蛹哦，你看看，啊、哦，就是要这个，啊、哦，多。你看看，现在苹果在做婚礼。哇，你看看，有的又羽化出来了，哦，嗯。爆浆哦！呼呼，你看看哦，哇，你看看，这次要羽化成功了。我把它夹出来，它还会哦，你看看哦，你看看哦，哦，这是很大只哦。明年的螳螂，进去，你看看哦，它都在叮当哦。这个哈、哦，有的不用俩多，有的要，这个就不用俩多的，这个不用，这个要。这种镜头你得，这个不用俩多的，你看看哦。再把它穿破，哇，稍微挤一下，有没有？哦，我觉得是越多，再一次，把它。
活泼，稍微挤一下，手术头就捏出来了。这个不能吃哦，这是它的肚子，你看看，它都有一条黑黑的线哦，那个都有多的哦，都要把它拿出来，因为哦，他们会喂它哦，食物做高干哦，好了，我们哦要分类好了啊，把它分为三种。这种呢，你看看，它里面的浆汁很多，煎蛋。那第二种呢，我们把它炸成哦，有金黄色，会有爆浆的感觉。那第三种呢，这个已经快成熟了，它里面哦比较没有浆汁，我们把它酥炸一点，更香脆。桂碧如哦，一定很好吃。好了，交给妈妈。
哦，你看看，虎头蜂三吃。平哥哦，先来介绍第一个料理。这个妈妈哦，本来是要求她煎蛋，哦，因为蜂蛹太多，变成蜂蛋。第二道哦，这个敢跟你说，等一下哦，吃下去有爆浆的感觉，像那个温泉蛋半熟的感觉。哦，第三道，这个已经成熟了，它里面哦是个空壳子，哦，酥炸起来了，香香酥酥的。哦，你看看，你哥在解说都流口水。哦，快啤酒。哇，我流口水。哦，这个平哥哦，要求妈妈哦煮麻油的口味的，这个整个空间哦，散发出它的香气香味，忍不住的赶快尝鲜。来，哦，你看看，哦，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哦，流口水啊！这个哦，平哥哦，不只是流口水而已，晚上还会流鼻血。嗯，哇，不只是蛋的味道而已，还有它里面那个蜂芽哦的香气。嗯，你看看这边焦焦的，嗯，享受，太幸福了。第二道，哇，平哥现在要这样吃了，哦，这样才是享受啊！就那个酱汁冻，哦，好容易啊！嗯，对，还有这一道，哦，第三道哦，一样胡椒盐。哦，这第三道胡椒很好，多一点没关系。哇，有翅膀哦，这个咬下去哦，酥酥的。哦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哦，太酥了，太酥太香了。这个配啤酒真的绝配。要一只要两只，林哥把它哈翻过来，哦，你看看这边焦焦的，来一口，恰恰，哎呦，把它翻过来，你看看，哇，那每一颗都是蜂蛹，像这样一小块哦，就二十几只蜂蛹，这都是蜂蛹，哎，这个十几块会饱哎。如果在台南地区哦，有发现虎头蜂窝哦，在平哥 FB 的影片下方留言，他们哦会尽量帮你们处理，好好，这样比较安全，不要自己去做哦，很危险哦。